近日娱乐圈最大的新闻，或者说今年娱乐圈的重磅前三，肯定少不了鹿晗正式宣布自己和关晓彤的恋情了。两人一起合作的新剧《甜蜜暴击》也的确是甜蜜了，两个人暴击了4000万的粉丝啊。鹿晗所在的一星传媒也更改了群名来庆祝，而继两人在微博认爱后，关晓彤也在票圈首度晒出自己和鹿晗合照，照片中关晓彤倚在鹿晗的肩膀上害羞捂脸，而鹿晗则是爱意满满的看着小女朋友，比出胜利的手势。这张爱意满满的照片，不知万千粉丝们看到会有怎样的想法呢？